去哪里？哇塞！是哪一家？这家是吗？我来过这家，我每一次都会来这家，我们来吃部队锅，超好吃。 我们现在到了海外的夜晚，这海外晚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感觉你是那种就是前鼻后鼻不分海外晚，就是往海外晚。 我吗？对，我走路上我觉得好多人在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要看我们，我现在接话不要看我。太多了吧？女人对化妆品真的挪不动步。好聪明啊！走，哎，就在这块区域，根本就走不动道。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坐在自己的箱子上面，出游，哎，要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把箱子打开。哎，对对对，到了房间之后卸下行李，摊开箱子，我们来看看箱子里面带些什么。对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完蛋的。哎，我看到了。哎哎，睡着了吗？我们就摊开吧，看一下好不好？看各自的箱子里面都有什么。来来来来来吧。三二二，你开了。 我进来了，进货用的，进货用的。对，哦哦，明明是箱子，我是一个音响，我是一把伞，我是一个口罩，我是一个口罩，还有一个筷子。你怎么还有筷子？哇哦，那这些呢？这是锅啊，跟窝锅。你为什么出来还带锅啊？因为煮饭吃啊。 <笑>你是准备在这边住3个月是吗？他在锅的主要是什么搭配？它这个帽子野炊，一看就是用了好久的，上面都有那种水锈。嗯，所以你走到哪里都会带锅在箱子里。那你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就是煮上那么一碗家乡的味道呢？深夜凉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唱这首歌。 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是商家的时候。还有什么？就哇，你这个卷发棒也太大了吧！啊，这个很好用。哎，我跟你一模一样的卷发棒。我的也是哦。来来来来来。你颜色不一样。哦，这个。这是我反的。这是我的反光板。这是你吃烧烤的那个打扮。不是说。 不是，是我。你才是来野炊的吧？是我前天买鱼的时候剩下的。好，大伙，新闻你们，真的上面写的鱼，29块钱。哎，鲜活千岛鲈鱼，真的是你看。谁没有啊？看。
好用啊，感觉吓不吓人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超级好用。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立马就有了？是不是？不花钱，对，主要是不花钱。你买鱼的时候他给你送啊，买烧烤什么的，你给他拿下来洗一洗就可以带出来。还蛮 special 的，是不是 special 吧？为什么你拍照？哇，为什么会这么长啊？吃火锅的，吃火锅的筷子啊。哦，就是吃那个，嗯，这么小的龟也要用这么长的筷子吗？嗯，那吃完没有？我觉得这个，其实你今天戴这个帽子，这个也可以钓鱼，拿出来钓鱼。啊，我还有这个烧水壶。可以烧这么多水，对，你就自己带会比较卫生一点。然后它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收缩的就比较方便。今天再压回去吧。还有一架，哇，哇，你好，你真的是生活小能手哎。这个雨衣，雨衣，嗯，这是雨衣，哇，这个也太小了吧？难怪你说它窄。对，它郁可唯就是今天形容的郁可唯，就是又窄又小。然后我就是又扁又大。嗯，请书，请书，粉丝写的信，梦 to 梦辰姐，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哦，姐姐多多参加节目，跟孟佳姐拍照，拍照还拍视频呢，对，我们还拍视频呢，还出 vlog 呢。你们有带跑步鞋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你现在要去跑步？明天早上空腹跑。一定要这么卷吗？看，运动鞋。哎，你的那个瑜伽裤跟我的好像，是不是？这个好显白。但是你有练瑜伽吗？我就是当秋裤穿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就是公演舞台的。对，公演舞台。哦，说不定明天就可以见到。浪姐一化妆最厉害的人有三位，可唯、孟佳和宁静。哇，这三位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化妆，然后我也不能输。我也身为这个时尚界的 Sam 老师，在化妆界没有一席之地。明天呢，就是我们要踏上这个进货的旅途，我们要就是光彩照人，我们就是要来一个非常隆重的、华丽的一个公演舞台妆，出街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两位非常有名的，在化妆界得到所有人认可的。你现在突然在把我们抬高，就是想他那天、就是、明天垮掉，让你们，然后我就降低，就是降低我的预期，然后明天看，哇，原来是很厉害，好心机啊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因为两位呢确实也在这个品牌界也有一席之地。这个是嘉哥的，嘉哥的品牌，嘉哥的非要跟我卷是不是？哈，嘉哥的是不是？嘉哥谁没有嘉哥的？可唯也有自己的品牌。对，我的是一个公仔。对，那么我呢也有一个小小心愿，我希望能够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。没问题。想弄一个潮服。那么这次过来除了这个进货之外啊，其实也是来看一看这边，哎，他们的这个细节啊，剪裁啊，然后它的布料，所以请二位老师帮我参考参考，行不行？嗯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我就是也是一个就是想走什么方位吗？方向，我是想做一个服装品牌。哦，是啊，服装品牌，服装是有显摆的。对，你得把这个是服装品牌。服装品牌穿着显摆，小女不才，喜欢就来。我其实我对自己的这个服装品牌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方向，所以呢就是说明天咱们边看哎边学习，就是找寻一个方向。就以我们的这个经验来讲啊，品牌故事要有品牌故事，就你要那个 story 出来了，精彩了，人家就是有烂有后盾了，有内容可以支撑了。 OK， 那就是好，明天就是寻找故事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开箱，你觉得谁赢了？我觉得没有一个箱子可以跟他匹敌了吧。哇，锅都带来了，只来三天。衣架、锅、雨衣，三天而已。雨衣、锅、筷子、烧水壶，醋、辣椒油，在哪里啊？哪里啊？你们吃东西不带醋吗？这个世界上除了他家以外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是吗？我只能说明他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所以今天本场 MVP 的得主就是孟辰，没错，旁边的郁可唯。哎，他得到这个奖励，然后呢？
给你买一个钓鱼竿。哎，我们要想一个响亮的，还有口号啊，团名，团名，团名，好 ，MW， 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。夜深了，时间不早，自己说的，想的技术和名字都想不出来，明天再说。好，那么我们明天。那我们明天再见。一年一度的出街公演舞台装现在搭上，但是问题是我只有两把刷子，我有两把刷子。砰砰砰 up up up， 我真的会死。姐妹们快来这里，我出来。哦，那个好好看。哦，这个也好好看。哦，哇，全都是牛仔。开心开心。好，留头彩头走，不是童装啊，不是童装，气质气质，慢，拼命拼命。早起一杯奶茶，一天开心。香芋味的，好不好喝？好好。香芋味是不是特别浓？两个无奈的人。